啊，我不知道。已经录制了几期王牌，印象最深的片段是哪一个？印象最深的片段应该是，翻跟头那个。哦！最近刷的哪个短视频让你觉得很搞笑？一些鬼畜视频嘛。鬼畜视频。对。自己都哪个舞台表演看的次数最多？自己最满意。兰花草。你平时和团员最常玩的游戏有哪些？这个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就是存子弹、打枪那个游戏。挑战关键词。好。第一个游戏是唱出歌曲中带有夸赞别人的歌。夸赞。One, you'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。这是刚刚你唱的对吧？对。还有，姐姐你真漂亮，姐姐真漂亮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太简单了。渐渐我是难造的粉红的心软绵绵，欢喜的人之间的试探尤为明显，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天天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起。 OK。 第三个形容天气的歌。太阳天或下雨天。还有雪一片，形容天气的歌。还有即将大阳春意迎来诗人之笔，老乡和风朦胧细雨滴滴滴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接下来的游戏是眼力大考验。我经常看这个的直播。找不同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哇塞！妈呀，我都不认识这个字了。兔子，这么了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我怎么眼睛这么好？找出爱心。哇！哎，找到了。找出五个不同的地方。这里。这里，这里。下面这个我怎么感觉帅一点？你给圈起来吧。哎，这里。有点难找啊。三。啊。二。哎呀，看到了。